72年进县政府以后，我很庆幸的就是所有的长官都很支持我。像我刚开始接第一件工作，在做那个议会迁建的时候，那个时间点虽然很累，不过是工作做起来是很快乐的啦。如果说要我跟局处交换，我可能会考虑跟国际处来多协一些管考的业务。在这边大概就谢谢县长、副县长、秘书长，还有我们建设处所有的同仁了，尤其人事处的部分也是很感谢啦。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处长，对，不管是对同仁还是对厂商、对长官都是很真诚这样子。选老公要选我们处长这样子。最开心应该是说我跟民众的互动，我们去社区帮助民众之后，然后他给我的回馈，我觉得就像家人一样。我觉得是还是要务实的做啦，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讲话会讲得很美很满，就是说还是要用行动力来证明自己是持之以恒，而且可以达到我们工作的目标这样。其实我这次获得这个模范公务人员，我真的还蛮感谢主任，因为他把机会让给我，觉得我很感动。谦逊有礼，认真做事，不邀功，大大小小事情哦，他都可以处理得很好，所以我这个主任当得很轻松。小朋友伤病的很多，希望我一直魔法棒可以点一点大家就好了。之前在小学校是人数比较小，可是就是要兼职的行政，那在大学校就是伤病紧急第一时间要处理的几率比较高。没有，我真的很谢谢我们学务主任。我有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跟他反映，他都会积极的处理。那因为他也很认真负责，希望把事情做好，所以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要求也比较高。然后希望他可以健康愉快的把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，这样子。我觉得非常困难的业务大概都会是在产业面的一个辅导。我可以讲三个字嘛，杂杂杂。农务科的工作东西就是真的非常的杂。农务科包含了因为到目前的农地的管理、产业的一些辅导，那还有一些资材的一些包含农药、肥料这些的一些资材的一些补助，那都会在农务科。我觉得在公部门的生涯里面要怎么样去保持初心，可以不要很容易的就懈怠，这几件事情其实还蛮重要的。推动业务的态度基本上都是非常的严谨，那对于同仁呢，他都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引导同仁，来协助同仁，非常的细心，也很有耐心，我们堪称他是一位天使的科长。如果说以我们的业务性质来说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台东的优势应该就是我们的环境很好，但是我们的劣势是我们的产业相对小，然后大型企业很少，所以我们业者其实要到国际市场去竞争，真的是需要政府机关的协助，才会竞争力才会有稍微多一点点这样子。就是吃喝玩乐，帮业者怎么让吃喝玩乐变得更有吸引力的吃喝玩乐。我会选副县长。为什么吗？因为他很会争取资源，
然后很会分配工作，然后鬼点子很多，我觉得他应该可以带我们闯很多关。优点我觉得他很棒，是因为他自己会去规划，自己会去分配他的科员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主管，不需要我们再多操心，只要问个进度就好了。自私的来讲，我希望他赶快嫁人啦，好了啦，已经够了。